所以哦，刚刚没录音，而且那鬼彩炎一直都没解，哈哈，不哈彩哈哈。啊，刚刚有什么精彩的吗？没有啊，有啊，他的手啊，他的手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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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惜了，我们只能看照片。没有，我吃药了啊，我看我下次还是不要分段哈，直接录到底。对啊，可是录到底有时候剪那个高效那个末日的影片，又觉得影片太长，输出会很久。嗯，吃咯，吃啊！然后我想去跟我客气啊，九口那边再撒个盐看看。90秒过了，你自己小心哦。好，我带生物进去陪你。所以我被鬼杀的时候我会吐盐吗？会吐烟吗？你要有灵球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你快走！啊，门关了，哭啊！我打开书，想说看一下。他从电风扇那边，他下楼了。番茄，快跑！快，他看到你了。速度很快吗？再见，再见。那个，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你被等下，你被杀的时候有吐烟吗？我没注意，因为我手电筒不在我手边。不是看你的画面，我白白的啊。没有，应该就不来摸了吧。然后我刚才在九孔那个地方有看到灵球。我知道啊，我听到啊。那我觉得是寒魔。他看到你瞬间走很快呢，还是我看错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只有你的视角可以看到他走的。啊，我太亡魂，我相信九九的。那还不要抽个塔罗牌回下理智？你说亡魂还是寒魔？对，抽塔罗牌，我来抽，我来抽，我来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来，我先抽第一张。好。啊，我死了。假死了吧？看、啊，关门嘞、欸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没事。你玩了、啊？你玩了、啊？复活高塔大概是愚者，我也真的超复活哎、欸！他复活是先复活先死那个死掉那个吗？谁知道啊？知道看情况吧。月亮又没被复活过，复活。哎、欸，谢谢。是你哦、喔，是我。那再抽啊，复活第二只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好笑！我刚番茄直接迅速的跑出去，没了没了没了，笑死！快跑啊！我可不想再被杀第二次，我胜率够低的。你很快乐哎，宝贝！我刚才转头就看到番茄咻就出去了，叠加夫出去吗？对，我刚才在看笔记。我就想到他踩给你怎么难。那应该就在外面啦，你要进去哦、喔。应该我都死了吧？我怎么没复活咯？你说亡魂还是寒魔？我在亡魂。猎杀时高速移动跟在低温会快速移动。那两个楼下有开灯吗？我刚楼下没有。不是那时候是鬼看到那个。番茄才高速移动，还是一直都高速移动？没有，他反正我看，我觉得他走慢慢的，然后看到番茄就咻过去了。那亡魂了、啊，也不是到很快，就是跟他平常在那边慢慢走路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，就是感觉有加速的样子。哦，好，亡魂，亡魂。啊，等一下我错了怎么办？没事啊，错了就大家一起没钱而已啊。哇，又没差，又不是第一次没钱了，对吧？对啊。不要压力那么大，你好好說話，对自己有信心。你现在有钱哦，对自己有信心。对，他一张卡帮你赚200多块钱耶，真的耶！这个人怎么不是复活先死掉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是王冠，觉得你很棒哎。我是零哎，番茄赔钱啊！番茄赔钱，番茄赔钱，我没钱。好了，三层楼长。
哦，我第一次看到鬼走很快，那是因为我第一次死，然后看着鬼，然后看着鬼走出去吗？对啊，也是多亏你死掉才可以知道这是我。那我还不能复活九九，心碎了，好扯哦。再复活这个，哎 ，What？哎、欸，好歹我也是牺牲者，我才让你们知道是亡魂，好吗？天哪，渣男！啊？明明是我要救的，是不是越来越多东西了？你丢几个、啊？你想要几个就几个，我们就丢爆，你觉得如何？他捡到了，碎啦！欸、他好扯哦，地上一大堆东西耶、欸。这些都是黑的呀，然后玻璃在哪里？进去有什么？哦，转移化。哦，你们好扯啊、哦！为什么就不想让我拿钥匙？你是不会自己一开始直接拿哦？你看我们东西叠多少了？你看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拿？我在挑装备呢。挑装备，挑装备，钥匙又不会占你空间，你挑屁装备啊？当然是重要的装备先挑在拿钥匙。啊！最重要，你没有钥匙，你怎么进去啊，孩子？那我们就不要调查了，抓回家、啊。嗯，安和。嗯。嗯，0.9。嗯。因为我刚刚在这边五度，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刚开灯。不知道，还是要再看我们。这里还是0.9，他讲话了。在一楼吗？对。一楼在这里吧。2.5，干不管，就是这里。我们又客厅哦。走旁边呢、欸？不是在那个。我关个灯哦、喔。在那个这间，番茄走过来的这间。你在这里吗？左手边的。你在这里吗？哦，一直插，我还没讲话就插。你在这里吗？好差好差，他一直差我，你要不要进来？是这个。Play One， 你在这里吗？他、啊。你在这里吗？好了，他插我给你。嗯、oh.。Give me a sign. How old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Give me a sign.Give me a sign. Where are you? 四级哦。听到声音了，我听错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干嘛装可爱？没有。Oh my god.Oh、my God, 我要拿那个烧杯丢他头。我靠！谁开灯？我的我怕你看不到。哦，这是这间哦。对。应该是吧。怪啊！诅咒之物。我还没找到吗？关灯哦。对啊。Are you here？ 他丢东西吗 ？Where are you？ Give me a sign。啊，通灵板呢 ？Where are you？ 看一下。Are you close？他写字。哎呦，我不玩了。真的是哎、欸，写字吧。嗯，我听到写字的声音。你在这里吗？他丢书。No， 再见。所以他是写字还是画画？等一下哦，写字。他写一大堆那个看不懂心电图啊、哦、对对对，我是想不到那是什么东西，还要写字跟什么写、啊、字而已啊。嗯，我是不是绕了一圈啊？是耶、欸、我开个灯。嗯，怎么人在？你在浪费底片哦、喔。
没有啊，我在拍那个、啊。哦，猪哦。对啊，我把它拿过来了。想说，毫无意义的举动，但我把它拿过来了。两张。有人拿着加油棒吗？紫色棒我丢进去了，紫色棒，荧光棒。嗯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要出去吗？你是不是傻太远？你在这里吗？可是我只是紫光没开哦、喔。没有，我帮你开了。好的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没开。好，你拍。好，没底片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还一张。哪边？哎、欸，门口。哟、哦。好好，给你的都给你了。我去找其他的。我都植物找，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咻！没有魅影。三级。指纹。是指纹吗？有吗？有诶、欸，拍到指纹。指纹。骚灵恶魔鬼婴，骚灵吗？没有点阵，没有灵球。骚灵可能性比较高，因为他一直在丢东西。通灵盒没有理啊，坏掉。寒温？没有吧？没有寒温啊，没有寒温。耶，还是要再等一下下。不然再进去玩咯、啊、我的灯呢？你的灯不是丢在入口吗、啊？好像是外面，对。对啊，我就想到是谁的手电筒掉在那边里、嗯。我啦，我就没手嘛。没办法，刚三只手，现在没有。而且现在理智低于50%咯，喝点少。要25%啊？不知道，我不敢啊。哪边可以躲啊？电房旁边。高林是通灵盒，可是被烧、欸、掉一个咯，不是这样，地面上一个哦。How old are you？How old are you？Where are you？Where are you？How old are you？ 为什么要点蜡烛，宝贝？地面上没东西玩啊，没有。所以哪里可以躲啊？这里啊，电房隔壁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放一个在外面了。这个确定能吗？我不要看到就没事了吧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那里、欸。哦，我听到什么声音？下雨的声音。嗯，我甚至是不行了。哎、欸，你开灯了吗？等一下，它会开哎、欸哦。是它开的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总记得有个鬼会开暖还是什么的，是不是？鬼音吗？鬼音骚灵，他刚刚开灯呢，你知道吗？开灯，他刚把灯打开、欸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先回车上，我要关窗户。哦，你说现实中下雨哦？对啊。你知道我刚抬头看吗？哦，一屋墨哦，我妈帮我关了。所以你那边已经开始在下雨了。对。哇，那没了，礼拜三就没了。礼拜三怎么没了？你确定会下到礼拜三吗？哦、啊，怎么不会？好像会下一整个礼拜耶。目前看起来。那就好。可是有你讨厌的白蚁耶。哎、欸，他关键砸了。再讨厌也不会讨厌我这开刀的事情吧。好，也是。怎么了？他要有一度十级。在房间里面走哎、欸。我25%，25%放弃了。
什么还没去啊？还没找到他是哪一个啊？没去玩一下通灵版，应该就那个了吧。通灵版是在那个哦，左边那个哦。你没有把它带过来哦？没有手，我没有手。就口三只。对啊，你应该带九口去，他可以多拿一个通灵版。小心点哦，现在44哦。没有走进去哪？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左边啊，左边不是这边门，要出来走左边，在电房里。好，对，走，然后右转那个门进去，就看到他躺在床那个桌子上。因为躲这边也蛮安全的。前面啊，前面的桌子上。这里，对。啊，这个，纸支架又被烧掉了，我拿到榔头了啦。你要走到门口给那个小玉拿。吴玉啊，他来了，你要不要去别的门玩啊？就刚刚那边嘛，他真的进猎杀。对啊。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玩。这里。你要在这里玩？鬼房在隔壁耶。去远一点的地方，至少要走比较远。对啊，我在这边等你们哦。朋友，这边有地方躲吗？这里啊，这边他走过来要绕一段路啊，你不用怕、啊。这里有橱柜，铁柜。好，铁柜能躲吗？那我问喽，就一个，问啊，两个都可以，不是你就问一下，你现在不是670 ？Where are you？ 哇，你问 Where are you 啊？扣40%，可以吗？就问再见就好了。欸、白痴哦、喔，你干嘛出去啦？欸、我老公关了，我说关门了，关门了，我说关门了。好，吓死我了，关门了，进来了吗？哎、欸，25%了，没事。来了，我真的有说过白，他板子。我有听到你讲过白。哦，可能被那个关门声盖掉了。有啊，有人灯没关啊。我有关。我在外面。你又想穿墙了是不是？你是看到我的吗？我还没穿墙、啊，看到吗？在吗？走开啦，他靠过来了啦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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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开了。Bye. 支架是挡完还是没挡完呢、啊？他怎么看起来？你可以进去看啊。我不敢进去看了。那我去看。其实我们可以吃洗脑丸啊，已经解了话。可以来啊，对啊。哦，很凶、啊。棺材回25%，有不少的。刚刚猎杀很安静吗？还挺安静的，我没听到任何声音。有啊，我听到。你有、啊？就这个而已啊。那你，鬼音不是说很安静吗？猎杀很安静。番茄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只要都各挡一个而已啊。以及都各挡一个而已。哎，还是低于50算了，没救了。我们都是低的。我们原本已经就已经很低了。哎，凯兰，你猜是什么？鬼婴还是玉灵？玉灵。啊。嗯。招灵还是鬼婴吧？啊，少林鬼音，我猜是少林，我猜了，我猜鬼音，用通灵版会不会无级？我刚刚用过一次的、欸，那再来吧，问一次啊，我再去隔壁玩，
走吧。Gap 嘞？关里面吧。有丢东西，他一直丢。有丢啊，可是很多鬼都会丢东西啊。好像也是，我忘记带圣木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Gap，我拿出来了。几啊？叫了。这边还吃得到？没有啦。哇，这边还可以哦。那走吧。把他带去刚刚那边玩吧。我们现在理智谁最高？我吧，我吃，你啊？我也吃两颗啊。我看。那你们问你几岁就好啦，不要再问那个。我知道啊。最高是番茄耶。那我来吧。来吧。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问他你那个啊，你在这吗？现在看我看不到那个。你问就对了，听声音就好了。Give me a sign。那我要拿着吗？不用拿，你要那个出来啊，点左键。你要问你几岁吧？你为啥问 Give me a sign？ How old are you？ How old are you？ How old are you？不理你。How old are you？ 你讲 goodbye 啦，我来了。Goodbye。Goodbye。完蛋了。完蛋了。坏掉了。Goodbye。再见。我也知道他，我刚一开始有量的时候，他只有两颗而已啊。拜拜。小三。拿钱喊 goodbye。Goodbye。拿他出来吧。拿出来、啊，走出来，走出来，走出来。还是他不是感应到我啊？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你。再见。不是我啊。Goodbye。你跟他裂了吧？没救了，你灵魂破成这样，他认不得你。完蛋了，我不能玩通灵版了。Goodbye。Goodbye。拜拜。再见。你为什么连 Goodbye？ Goodbye、算了，他好像听不懂人话这个。要猎杀了吗？你站里面喊好了啦，你刚刚是在外面站到这里面喊，反正有那个衣柜可以做。还是我给你的圣木。Goodbye。没有啊 ，Goodbye。我要站里面一点。里面一点啦，进去。Goodbye。Goodbye。完了，究竟是番茄的不好，还是这个鬼是笼子？哦哦，哪有？不可能呢、啊，叫了 ，EF 叫了。没有啊。里面的哦、oh, ，How old are you？ Goodbye， Goodbye， 我要烧你屁股了！关门了，关门了，关他们，关他们！我拿这丢你们哦！也没救了、啊，完蛋了，唯一的线索也没了。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、啊？不知道，明明鬼都会听啊。你对他大声一点。确定吗？你们耳朵保护好哦。你关麦啊，白痴哦。关麦哦，试试看。DC 关麦啊。玩到 DC 要关麦，太好笑了。是没有那我之前也是一直讲不到，然后后来讲再见要讲到很大声，他才理我。不是猎杀 EF 不一定五啊，不是吗？他在玩门欸，还是你？你还没有好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很大声欸。好啦，走了，很大声欸。算了啦，你英文破到他认不得。你要偷软不能给我吗？不是，我刚刚就很正常啊。你干嘛再回来？主要是我怕他会直接从那边杀我，走啦，走啦。这白痴，你就坐电站也在里面，不会在外面啊。哦，都因为你他会睡掉吗？会睡了啦。睡了，睡了。十级了吗？只是你的头不会没人那里面。去嘞去。你先进去啊。不要。你拿着 EF 啊，凯兰说你拿 EF 去给他杀。不要。走了，猜了猜了猜了。哪一个？请爱护生命，好吗？好，那我猜鬼音吧。
更自然的声音，好像刚刚都没有吧？好吧，算了啦，番茄。我改了，我确认，老李。好了。啊，我搞。啊，有两天不能洗脸，好痛苦。你剩一天了，你加油。哪有啊？快一天了不是吗？我还有礼拜三的早上不能洗。耶，猜对鬼音，哈哈。哎呀，超过岩一九五也还好啊，蛮赚的。啊，妈的，龙子鬼。不信你、哦、不是不信你，你有讲鬼音吗？他说那个死小孩啊，他有讲啊。哪一个？上面一点。他上面就讲了。鬼小孩。嗯。我没看到啊。在上面一点。我知道啊，我说我刚没看到啊。他不是因为那个鬼害的。什么烦？你再讲一次。我们一开始第一件事情都已经可以拿到钥匙了，你还在那烦？等一下啦，手电筒不见了啦！你就爱乱丢啊！我到了。我叠两本书哎、欸。我也叠两本书啊，而且还是同一个位置、欸。对。他不理我们了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没有，我没有不理你，只是刚刚头好痒，我忘记去，我忘记喷那个头皮屑的那瓶药水，等下去喷一下。头皮屑？那我有找头皮屑啊。哦。然后有一罐药水可以比较少出现头皮屑。啊。所以我等下去喷一下，不然我要。我开了，你又进去要干嘛？测量。你可以睡这里，我帮你找一个好柜子啊，都塞满了。啊，这边有柜子、啊，没有提柜。没了。哪边？客厅。没了。2.2，嗯？7.7。觉得有指纹呢、欸？我怎么会觉得有指纹？好恐怖哦！我有指纹的。感觉是八音盒哎、欸。我已经拍完了。哦，你拍完了。这里吗？你念吧。说话。录音。哦，那就这吧。啊，我那电筒，那是电筒，不是纸灯。我的电筒哎。你在这里吗？哦，你回你了哎，不是恶魔，不用怕了。听不懂还在讲啥？什么？寒温跟通灵。软灵院假灵球，我刚刚不是说负的，都要负的啊，负一啊。哦，哦，老纪啊，想说还没吐烟啊，哎呦撞到了，老纪啊，撞吗？灵魂，你是一直在那边外面玩，我那边看到灵球哎、欸，有你魂呢、啊。啊！我只是测试看看从外面看不看到灵球。我听到你在外面啊。那我没那个敲你的玻璃就不错，好不好？你敲给我看，去。上次就是我在窗口那边玩灯，来来来，九口，然后他就吓死。他在那，你在这边踩草地也有声音，听得到。你进去，你到玻璃那边，你到玻璃那边。可以敲吗？我知道你要拿。手电筒闪过是不是？那、啊、就类似敲门、敲玻璃那种声音，就这个、啊，有没有很像？有没有？你踩草地其实就会有声音了。我知道啊，是那个很恶心的沙沙声。你进去我踩给你听，进去。舒服吗？喜欢吗？还好哎、欸，我听不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声音、啊，我只听。啊！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你都听得到鬼的声音，我都听不到、欸。不知道你的声音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在猎杀还是什么时候，你就听得特别清楚，我都听不到。你的耳机多少钱、啊？大声功吧。跟大声功。我耳朵装大声功。
但是耳麦的那个啊，哎、欸，好黑哦，为什么什么灯都没有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要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要说啊！我想说，你走过来，哎、欸，什么都没有，好黑。那你想要什么，宝贝？为什么我又拿了一本书进来啊？浪费什么？放地上啊！没有要看书啊！我知道啊，就那好像也没有要点正位，拿出来干嘛？我要放在这里当照明。完蛋了，你强调啊！因为你啊！哦，哪有啊？哪是我啊？我要抽塔罗牌喽！啊，我要抽！嗯，谁要抽？等人死了再抽吧。嗯？指纹灯在哪里？我买一个给你嘛，我买我用的无线耳机给你嘛。哎、欸，我的手嘞？不是无线耳机的问题吧？我说我买我用的。小鱼戴无线耳机也没有啊。因为我不进去，从来不进去。不是他在外面听到鬼叫声、欸。没有、啊，因为我们的不一样。我们的不一样啊。他买比较贵，我穷，我没办法。那我不行。我不是这样讲。还要照什么啊？指纹是吗？指纹啊，灵球啊 ，EMF 啊，啊，他不玩。对啊。因为要关灯给你看灵球吗？不要，我一直看得到灵球啊，不用关灯。他只看得到灵球。好啦，认灵吧。嗯。那我们拿火来放啊。嗯。烧一堆火给他。要全撒完。你有带相机吗？还有一罐啊。那先给你，我去拿。哦，好，那你拍。相机。继续找。嗯。可是没有人丢荧光棒，看不到啊。地上有啊。门口地上有荧光棒、啊。这边，壁炉前，壁炉前两个，壁炉前两个。嘿。我觉得会有。哦，没事。既然有软魂的话，那要不要？我放了一个，我再去拿。你要 snowball 吗？嘿、hey, ，我可以要液体吗？比较贵的那种。我本来真的是打算想买 snowball，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架哪里。我也是。为什么把运动感测器丢地上啊？而且你想一下，你那个东西，如果你不然敲桌子什么之类的，声音很大声。我就没有桌子啊。那你敲你的胸部的话，可能会有声音啊。为什么要敲胸部？我不是 gorilla。gorilla。gorilla 是猩猩。我知道、啊。二星，你放哪里？我放车库。那我放楼上。哎、欸，少一只。地上还有门口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好哦，完全没指纹呢，放哪里？地下室吗？可以啊，啊，撞墙了，我没有照片了，可以拍啊，我把照相机拿上去啦，不，拿在门口附近啦，开吗？我要开这个，哦对，可以开吧，都没有啊。会玩东西吗？玩东西，一直在玩。不是要玩会留下指纹的东西啊？对，我就要玩东西，玩东西，开门，关门，开门，哇！刚才那个是繁星开的吧？我啊。开门，给我个信号，给我个信号。沒看到我是变白痴啦！我在里面几乎没有出来、欸，六十而已、欸，现在啊，你要哈我，我没有哈你啊，就很压抑。还等，在里面玩超久的、欸，给我个信号，
要么就是月灵，要么就是灵魂，你在我旁边了。我。我想说，怎么有一个黑影在我旁边绕？嗯？月什么声音？月灵害怕火焰。好，懂了。把这间房子烧了。看到人家说可以放一堆。把这间房子烧了。那你要懂吗？我带了两个，我没有带打火机哦。好好好好。那你要点吗？直接毁了一个。一个要结了。他直接毁了一个。直接毁掉一个哦。啊、哦，好红哦。我要吃药了。哪位啊？他踩旁右边的。加防。所以就是我们十字架放太好，所以他都不能出来玩。我关灯了，我们出来看好了。请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？附近没有火烈怨灵60%猎杀。哎、欸，对，刚刚是60%的狩猎吗、欸？对。番茄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车库啊。怎么了？好、哦，你不要再蹲回去了，你出来啦，你先出来啦。再点那个蜡烛。往这边照进去的话，可不可以从这边照到纸？不行，还不行。五级哦，哎。九口可以吃药了。好。怎么那么难找啊？怨灵吧，刚刚真的是，我们找老半天了。怨灵是灵球啊，应该就是吧？有灵球啊，灵球一直在吗？我们一直都会有灵球啊，一直都有啊。哦、但重点是会有没有？那掉他丢东西了，假灵球而已啊。所以现在是要嘛灵球嘛纸。对啊，那指纹找很久哎、欸，其实从开场就是在拿光在找。我们剩值多少？70啊。哎呀，拿错了。我一直吹耶、欸。他吹完了吗？嗯，我们就又点了、啊，又点了，又点了。光小晚餐，不要，蛮快，不要不要玩的啦，出来啦。我知道啊，他想跟我吃烛光晚餐，我说不要。嗯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关的哦，不想关他。好，他现在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。我还关灯嘞，拜托、欸。对，吹蜡烛进猎杀哦，我记得好像看的维基是这样讲。好像说你可以放一堆给他吹啊，如果吹完最后一个的话，直接就会猎杀了。对对对，如果你贴了很多个的话，已经吹完了。可是那时候我们人都不在里面啊。你刚刚不是一直点吗？你们两个在那边狂点啊、嗯。他吹完的那个时候，我们没有人在里面。嗯。哦。还是又挡到了一次。在看，所以。我从窗户看就知道了。对啊。没有，还没吹完呢、啊。没有，我们前一个，刚刚四个全部吹熄了。难看。没有。对啊，没有。可是他现在很动哎、欸。怨灵。我刚蜡烛给。上次是不是有人说？吹蜡烛了，多少？就是怨灵好像可以把十字架跟蜡烛放在一起。嗯，看他用哪个档。那你是说他吹完全部的蜡烛之后，就会十字架就抵挡猎杀？好了啦，怨灵了啦，算了啦，就这样了啦。好了，怨灵啊，结案了，走吧。对啊，哦，好多烟哦，他好爱吹。
哇，差点就把这间房子烧起来了。走了。面临。最后一间来玩个。对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想要是在附近蜡烛猎杀。这个啦，三层楼比较大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啊，无视理智直接猎杀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时候看到这个，怨灵，想说哇，怨灵太凶了，对啊，就是吹熄完蜡烛后，管你理智多少，直接猎杀。所以我们遇到怨灵的时候，最好是不要点蜡烛。那、啊、就有个东西是吹熄蜡烛的任务怎么办？就多点几根呢、啊。那、啊、你不确定他是不是蜡烛那个、啊、怨灵啊？我们当时不是先找到鬼房之后开始解任务吗？对哈、哦，没错。哎、欸，吹熄蜡烛，好呀。不会那么扯啦啊！相信了啊，番茄不会了。那我们就只好为一直待在里面的番茄点个蜡烛。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玩农场啊？就想说，快十二点就玩一张比较大的，小又不玩学校啊。找鬼房蛮也蛮久的你。还好。啊，你找。来来，你找。我在外面回车上挂机了。啊，那我找、哎、到再跟我们说。哦，你是说哦还是 no？ No。哦。No。 他刚刚讲。我才刚开耶。你有没有看到通灵板？没有。有看到。我操你的，通灵板就在这里了哦。哦是哦，哎，我跟通灵板真的是完全不合哎。他在隔壁哦，是哦，你看一下这是什么。我来玩一下。你几岁？不是问他在哪吗？我们还没找到啊。五岁，五岁，再见。还是五十五啊？为什么啊？就叫你换成中文呢 啊， 啊，但是你又不行啊，换电脑了。就他就不让我，不让你换电脑是不是？他就不让我载啊，刚刚四度了。啊、看白痴。错了吗？哎，四度。这里吗？我很抱歉，我刚用闪光灯在照路，发现说不行。那个电闸那边。电闸，我刚才电闸那边有测到四度，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在那。哎、欸，我的 DF 往那边。我声音吗？就这里。我看一下，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零点五，这里四点一啊。二点四，零点九，这边吧。哦，我不喜欢这个。哦，傻眼嘞！因为刚刚鬼就在那边哦、喔，他就在旁边回你。对，但是站我旁边嘞，看着我回我。回你通灵盒啊？对啊，我们刚刚在拿通灵盒啊。通灵板。我通灵板。你开灯。关灯。哦，关灯。谢谢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不，你去哪？这里。不是那边，我东西你在这里吗？哦。你在这里吗 ？Please leave me alone, thank you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好，他不回我，换你。哦，我刚才在这边测到三度，三点七。里面那个，这边。
你又在哪里测？旁边那间厕所而已啊。厕所外，厕所外，不是厕所内，厕所外。Where are you? Are you here?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他不理我。叉叉。无所谓。咦？哎？不是这哎、欸，文玉。不是那，是哪里？所以，不是这，是哪里？厕所外，走廊九点多，七点多，等一下啊、哦！先关个灯。厕所二十几，哎、欸，我们不是有通灵板吗？我放在路口了，那个正门口，正门口。他想要问他在哪里？对。可以啊。他是问他现在在哪里，不是鬼房在哪里哦。哇，来不及了。对啊，走廊吧，这里七耶。你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在这里二十点多，欸、在这边啊。你在这里吗？这里三点八。点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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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阵啊！点阵。哇，我好强哦，乱放的我。你好棒。一面赛。好，殴打又，嗯，现身。好、哦，三星鬼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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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殴打又。哦，可以哦。通灵口吗？她是女生。嗯、哦。啊，通灵板。通灵盒。哦。她有彩眼吗？通灵。有被吓了。为什么我在外面还吓得到我？超大声欸，他哈超大声欸、欸、你真的耳机很棒欸，我听不到欸。你要吗？我买给你。你在车上还被哈？欸对欸，欸幻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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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那个鬼照片很清楚啊，你看不到，鬼是清楚的、哦、不一定啊，我们来看看，鬼是清楚的，鬼是清楚的，我看你看你开相簿看很清晰啊，看不到鬼，看不到鬼，然后但是照片很清楚，所以这就是幻影哦，这就是幻影哦。幻影的证据，指纹。好、啊，找喽。可是我们好多任务哦。什么任务啊？还好吧。吹气老鼠跟彩岩而已啊，还好吧。对啊，我们解完了任务就可以棺材睡高高了。我其实东西都放好了啦。嗯。就差点蜡烛。找不到骨头可以用通灵板问一下、欸、对、欸、你要问吗？我们没有骨头啊，你要问吗？可以啊，还是要问一问，因为他看得懂英文。可是理智现在五十位，如果你们不吃药的话，我吃药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这间他在走廊的地方哪边会有？没有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调大声。我声音很小吗？不是，雨声太大了。你想一下，很多桶水往楼上倒下去。哦。所以你可能会听到我声音会越来越大声。对，你声音超大。对。因为我也想要听到你的声音，自然声音就会开始放大。但前面已经下大雨了。Where is bone？ 哎、欸。Where are the bone？ 鬼房好像。Where are the bone？ 是不是？看了吗 ？Where is bone？ 没有，还在这。Goodbye. 可是。Goodbye。他不理我哎、欸。完蛋了。哇。没有，我 goodbye， 我有 goodbye 到，可是。
我没问到他骨头在哪。那我问。还是救火你问，还是你们问？我问啊。因为我不知道他英文那一句要怎么说。欸、哦，没事。那、啊、要怎么问啊？骨头在哪？骨头。对啊，哦、好像是就这样。你直接问骨头在哪，我问啊。哦、好，你问啊，我去吃药。啊，走好慢。骨头在哪？Oy， 再见。哎、欸，不对 ，BC 什么啊狗 ？Oy， 男生房间吧，二楼男生房间吗？我没有带东西，我走上来。看起来每间都。你看哪一间有比较刻板印象的男生房间？刻板印象是？对，这个有摇椅的就不像。你要说它是老人的房间吗？对啊，应该是这间吧。哎、欸，嗯，关我前面的灯啊，王八蛋！哦，好吧，得到了，得到了，那不是摇椅房吗？哦，摇椅房，男孩子房、啊。你这个刻板印象，你这个刻板印象。我想说有摇椅吗？还是没有、啊，他说不定跟爷爷睡一起、啊。没有、欸，是不是换了、啊？没有啊，没吹蜡烛，没彩烟。番茄吃药。好、哦。嗯。会不会他帮我把蜡烛吹熄啊？不会、啊，就没、啊。想再点一次蜡烛。啊，这个等一下就熄了。平均58哦，就算带蜡烛也好黑哦。鬼房还在这吗？我比较好奇。不在了，不在了。恐怖。那就要重新测量，还是要再问一下通灵板它在哪里？是不是问了之后就会理智很低了？干嘛？叫那么大声？干嘛吹起手中的蜡烛了吗？等一下，啊、不是，我为什么我刚刚照到5啊？我没有带。手电筒。等，你怎么？哎、欸，楼梯，二楼。二楼，走廊，一上去就是了。我手电筒借你啊。现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回来拿手电筒。你点我去放，你点蜡烛我去放，会烧成木，你，那你点我手，会点你手、哦，好了，盐巴呢？我带了，好。嗯，再确认一下。哎、欸，又回温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拿那个了。
在哪里？你去看一下温度，我去拿其他蜡子。哦。OK。他关电灯、嗯。等我一下哦。开了。嗯。这死灯，哎，这里没有那个啊、哦。嗯。手电筒啊。不是。照温度的。哦。拿走了，温度两只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两只、三只，不是有三只吗？三只、三只都在这里。三哦，三级哦。没有，你这样讲，他会突然蹦到十级也没有用。那一直都十度左右，感觉不在这呗。九度还是在这吧，八度九度啊，八度九度算正常温吗？不正常啊，不吗？你是被刺骨养坏了吗？十度以下好像就是了。对啊，今天没有，等一下哦。你就说你被养坏了、啊，哪有？房间里面要不要看？好，房间我刚刚看过了，都十度以上。嗯，是男孩房那两间还没看，我去看一下。你说摇椅、喔？嗯。关门了，关门啦！谁在里面？我。他们啊，他们两个。我还在走，他们在二楼了。拜拜。妈，你死了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骗人。哎、欸欸，他进来又出去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瞎子哦、喔。没有，他真的好像走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下，就走回去、欸。哎，他可能觉得你不是他要的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，开门了。他是从那个啦楼梯。进去直直走那边出来的，楼梯进去直直走，就二楼楼梯直走这里，他刚从这边出来，刚刚有跟他面对面。没有，这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四度，改这边。那我刚刚在这边也没有测到这么低温啊。哎、欸，我想说留最后一个啊，也应该是没有了。把蜡烛摆进去，我们就散了吧。对不对？海兰，他刚刚是不是听那个声音很像在我面前，然后门好像打开还是怎样的？嗯啊，我死了，完了！有一个盐巴，哎，有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个盐巴，你有一次机会吗？还好我没有撒完。你不带圣木吗？我没有手啊。等一下，没事，九十秒。大不了再躲刚刚那一间嘛，夹子。而且我刚刚是沿路开着灯一直在跑，跑到房间内我才想到啊，错了。哎、欸，机关开门。司机。哎、欸，我按到什么了，白痴？我在乐色。入口是不是？那是为什么躲在门口？你死了吗？没有啊，不是，我刚想说我出去就好，就结果跑进去，门就关起来，就把它关在里面。啊，谢谢你很有心来救我。我刚刚拿着圣母小说进来找你，结果关门我就按到圣母了，可恶！啊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他看起来是不太想杀人那种。你要不要进来试试看？不要，不是啊，你不是要撒盐？撒啦，就放在里面让他踩啊。
我跟你说，这摄影机看起来很像一个蹲着的人。你们看画面，这里很像一个蹲着的人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说什么。我知道。很可怕，我每次回头看，说有人蹲着，很可怕。就换一个啊！你干嘛一直看这个？这就是那个蹲着的那个视角啊。对，我说到底谁是蹲在那边？踩了，踩了，踩了，终于踩了！哦，这次的肉真的、啊，走喽。好。这里真的很像一个蹲着的人，哭不出来耶。而且还是有带着那个卫衣，穿着卫衣的。完了，你晚上会做梦到他。不要。哇，九分钟哎、欸！对啊，这场比较久，这场将近二十分钟在找鬼。不行。将近二十分钟在找鬼，也是没有啦。十五。哎、欸。我们每日挑战没有解中型地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。要解吗？为了这二十块，我还在里面啊！不闹，我还在里面、啊。今天出来就好了。房 house 不是的，房 house 过吧？不是中型，对啊，还是过。我说房 house 是多少？哦，房 house 上面的房 house 多少？哎、欸，不封了一个吗？比较近啊，不是中型地图吗？中型地图哎、欸，你洗啊？他是不是？哦，阿且你想疯了哦？十二点，我脑袋开始想疯了，要说我们走啊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刚刚点到 AR， 已经打开落了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 VR 了，不是 AR 了，太神 VR。那我去上个厕所。好。上屁呀、啊！他等下进来，他准备不见了。憋住。还装可爱吗？还装。我的伸懒腰。你还记得他跟你说，叫主叫主，然后就屁股对着你。他没有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啊，对，给你看。给你看个花花。多久之前的事？给你看个花花。还是你想我剪精华，然后就会变成明天的事。那个谁有啊？有已经剪了。啊，准备吧。一灯有剪啊？不是一灯啊，一灯剪是我吸口水了。那个嘞？不是吧？也是一灯吧？不是吧？我按了完了。啊，快去尿尿，快点。算了，拆完再尿吧，反正拆完就差不多了。你膀胱很勇哎、欸，那我们拆久一点，就是不按。我就是不进来，我犹豫一下哦。怪人，等一下，我是改一样的。先生们好，你呆鱼捡的啦，呆鱼睡了啦。为什么呆鱼 ID 变成呆呆鱼？我改的啊，看今天才因为他叫呆呆鱼被怪人嘴，用什么呆呆兽什么之类的。番茄拿钥匙没？没有，帮我拿钥匙。啊，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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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你的膀胱要爆了。不至于爆吧啦，不是魔法阵。是什么？孤独娃娃吗？嗯。哎，塔罗牌。文玉。佛系玩给佛系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每次抽都是高塔，无聊哎、欸。那很好啊。可是我每次抽都没有那个复活呢，抽抽看吧。我看你直播抽，他很不想出来、欸，给你抽、啊。那我刚才想说，我怎么没法捡？这手中有东西没法捡。对啊。嗯。小鱼救我！看你直播，加油！直接关门是这样。他想杀我。哦，理智归零。加理智，他想杀我！关爆！他很想杀我！加理智塔，高塔，高理智高战塔啊！我死了，谢谢大家。
这样。2%，2%哎！你太里面了，因为我每次抽到那个我都没死、欸。不是，这个是必死的哎、欸。不是、啊，我那时候也是记得没有死，可是他们都说这个必死，所以那时候安妮才会说我男人的嘴。可是我是真的没有死啊！没有，是真的。他们说必死，你可能是刚好遇到吊人。你看你死状是什么？不是吊人、啊，愚者。你可能刚好碰到愚者。愚者是那个东西无效啊！快点复活我！哎、欸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我没有抽完呢、啊。过来。应该啦，我知道你找一下，欸、我拿个相机拍下他尸体。拍了啦，被拍了啦。哦，被拍了，好。你好像一个醉汉哦、喔，好像喝醉哦、喔。我要被捡尸好吗？有吗？还有卡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在哪里啊？因为我记得我手上还有一张，那不会最后一张我也死了吧？今天真的是我最惨的一年。我捡到了，大冷静。哎、欸，一抽复活。复活。干嘛？哦，我干嘛不抽？这么嫌弃？手在干嘛、啊？你是在黑米的赛是不是？这不是一趴啊，这2%不是吗？没有。怎么？死亡是1%，复活是2%，是不是？所以死亡比复活还要低。靠！那你也是蛮幸运的呢。真的哎。啊，回车上。你就说你是很想看我死，你不信？为什么你会死掉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，你上次也死掉，结果他说我在骗他，真的。啊，他觉得我存心想要搞他，可是那要见面才行啊。嗯，哎，什么东西啦？等他好吗？你们猜好了吗？艾米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海兰，你是什么？快点，想想今天末日的几率。不是啊，你要想一下，我那时候也是冲了几，有6组钻石钻的吧。总会中5%的机会啊！摄影机有拍到繁星的尸体。弯腰啊？为什么？啊、好亮，看不到。天啊！我说校门口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恐怖场景啊？好可怕！好像一个喝醉的人哦。嗯。你知道 Friday night 玩得很开心，可是有门禁，啊、睡在哪、哦？你看你。我看不到。我传 DC 了。哦，我看。好，你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画面是藏在那边呢、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这边看得下大雨。你就会看得到。我应该也下大雨。哎、欸欸，看得到哎、欸，看得到哎、欸。可是我看的不是大门口哎、欸。我看的画面是只剩下一个路灯哎、欸。换一条。好亮好亮，可以关掉那个夜市吗？干你们两个不要！不是现在不开夜市，不能开夜市啊！他没办法看在哪里，不是，他现在不开夜市，他没办法看他在哪里。哦，你先不要关夜市啦，你先看完再那个啦，你看完再关就好了。你有15页案呢、欸？看一下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个，番茄头。再按，就这张啊，这张不是大门吗、啊？可是我的画面就是放大的图啊。看你的头发、啊。欸对欸、对，你的画面跟我不一样哎。对啊。想说路灯有什么好看的？一直叫我看路灯。我去，不是这。而且，没事。哦，我看到路灯了。二姐。啊，那个。好了，我猜好了。今天一直在破音啊。我猜女妖。因为今天很妖秀。哭了。我今天秀秀还是出现呢、欸，啊对啊，秀秀我的3000块嘞，就去扯加班，嗯，他说什么开台给我3000块，我说我不要，看吧给你又不要，我说我要更多，啊完了，贵，我竟然背叛了他，对不起，这恶魔啊，算我赢了吧，啊，如果解完了，如果不是凯兰。
没有，我没有怪凯兰啊。我说，如果今天凯兰没有提供的话，我还是会猜恶魔。又是他，哈哈。对，好啦，感谢啦，感谢。爸爸，用番茄拍我一样东西。哎，脖子超恐怖的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那我要赶快去休息了，感谢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没有凯兰不是没有看到，是没有不相信你，是没有看到，完全没看到。好啦，大家晚安。想洗脸，不能洗。拜拜。